咱即马各位观众朋友，咱即马来进入咱第二段，咱会当看出讲，为2012年咱总统阁选输了，真侪人拢真郁卒，啊，毋知影讲台湾要安怎，所以台湾到底是毋是有迄落要有阁未来？蔡教授，你对这方面你的感觉如何？你的看法安怎咧？2012年哦，选输真侪人真正是真失志啦。啊，但是就是讲，若是讲当然失志，啊，就放弃，安尼就真正无未来啊。所以其实公投民等按2008年输去了，嘛足失望的啊。啊，但是足失望，要想到咱台湾的未来，咱应该爱较积极、较拍拼，较拍拼一个方法。当然就希望选好赢啦，啊！但是选举毕竟四冬较一遍啦，你也袂当拢伫遐斗斗等等四冬较过来投票啊。所以就讲伫即个中间吼，就是讲即个当执政者伊个做法无好个，吼，无符合人民的意思个，人民应该站出来反对啦。吼，安尼一方面就是讲即种个抗争，互人民有一个发声个机会，互政府知影讲。这什么代志做是对的，什么代志做是唔对的，吼、哦，啊，这就较袂，就讲你人拢无力量，人民拢无力量哦，政府就乌白做啊啦，吼、哦。像讲最近咱看出来林益世的代志啊，就是讲真侪代志，咱表面上看袂到，啊，人民也无力量甲监督，吼、哦，伊当然就愈来愈乌白做啊，吼、哦，啊，所以就是讲阮的看法就是讲，台湾咱若拍拼，台湾就有未来啦。啊，咱若放弃，台湾就无未来。对，啊，但是恁一挂人伫遐拍拼，啊，到底民进党甲对恁咧做即个行动，民进党敢有咧甲恁支持，还是讲你感觉讲你对民进党有啥物期待，还是讲感觉讲，你有你的意见无？你嘛想甲阮讲一下。应该，阮目前甲民进党的关系应该是算伙伴关系啦，哈。啊，直接得到民进党的支持，应该。会使坦白讲，阮也无介济啦，吼啊！但是就是讲，毕竟民进党伊家己个目标看起来，啊，可能较重视选举啦。啊，我拄则有讲，就讲选举，毕竟啊，即种个选举拢四当较一遍嘛。对啊，还阁叫遥望啊！即马又开始一直救会啊！啊，都选输尔，你着阁等到2016年啊！对，啊，即个中间很长个时间，阮是较希望讲哦，伫中间即个。正当的时间哦，民众若感觉这个执政党做了无好，咱就是爱站出来表示意见啦。啊，当然就是讲有一挂议题，民进党甲公投民甲等等，即咱本土的社团的看法，立场上大概拢相差袂介济啦，但是做法会较无同啦。民进党按这个2000年了吼，因的一个思考。就讲2000年到2008年就执政啊，啊，民进党执政，啊，2008年输去了，因就有一个讲法，就是讲哦，因要保持一种温和理性的形象啦，伊惊讲那抗争哦，可能中间选民，照因的讲啊，是讲中间选民会走去啊。但是因未记得因创党的精神，迄阵啊嘛是经过足侪党外抗争才组成党的啊，啊，敢无人讲去甲民进党佫甲伊讲？敢那讲，该 remind 吼，讲，哎呀，咱古早是安怎，啊，即马像马总统即马互马臭头伊，啊，到底民进党有较激烈个行动出来讲，咦，咱来做啥？还是讲恁敢有法度讲去引起互民进党讲，哎，大家做伙来做较大型个？应该这点，过去这四冬，甲民进党个交流啦，哈，假使讲阮也有一挂意见甲。反映大概民进党接受的机会无太悬啦，安尼哦，就讲民进党应该是家己算一个嘛，算讲真有规模的政党，啊，所以因内部的决策，外口的意见啊，照我接受的经验是算讲唔是真密切啦，啊，因大概拢有家己的拍算啦，啊，这嘛是就是因为安尼，我感觉讲哦，啊，民进党既然伊有家己的拍算。啊，咱其他的民众嘛，也有家己的做法啦。啊，所以就是讲，阮是感觉讲，袂使拢伤过温和啦。啊嘛，对哇，你很傲慢的代志，伊都敢做啊。啊，咱甲伊客气，
安尼伊就两头亲骨啦，对不对？亲门大户，啊，咱就永远拢是，互伊看做细汉的啊。啊，所以我是较主张讲哦，无合理的应该就像以前民进党创党迄个时阵啦，啊，无合理就爱抗争啊。想讲举一个咧，最近这个三马经啊，要用唔用？要开放唔开放？但即马因为有加台联三个立委啊，啊，民进党有40个。啊，两个党诶，立法委员伫立法院内底，伊小可会竞争啦。嗯哼。哦，啊，所以台联若要抗争，民进党若感觉讲啊，人咧抗争，敢若社会正支持，啊，伊嘛毋敢无抗争啦。嗯哼。啊，所以这两个就会刺激，啊，会成长啦。嗯哼。啊，所以你甲看最近三马经要投票，啊，因43个，啊，民进党40个，啊，台联党3个，因就甲主席台占起来啦。嗯。啊，主席台占起来就发难，就袂使无法度表决啦。嗯，啊，无法度表决就袂通过啊，啊，袂通过，咱就算讲袂随输伊啊。对啦，对啦，啊，对哇，啊，这就是抗争的效果啊。啊，因啊内底43个，就算代表咱所有的社会无赞成的意见啦，就会当完成啦。嗯，啊，我呐伫街头咧抗争，阮可能就要招几啊千人，啊，所以就讲43个其实，那伫议会有抗争哦，力量阮啊真大啦。啊，那安尼，敢有搁做第三档的必要？啊，甲像台联的作用同款，你若第三档搁做起来的时阵，你会当有迄个资源吼，啊嘛会当你立法院有较大声，你会当加2-3席的话，43席变作46席，还著较有机会，有可能嘛？有啦，当然这吼，这应该这个那讲以后，我有甲其他朋友在考虑讲，这个组档是毋是有空间呐？啊，这个其实阮即目前伫台湾，伫大家咧思考的是其中的一个大原则，就是讲哦，到底咱台湾追求的是啥？哦，就是讲咱也是追求要建立台湾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哦，啊，那民进党也无爱讲台联啦，无爱讲，公开讲啦，哈，公开正明确甲社会讲。好，因为即个民进党也嘛不啥爱讲啊。哦，伊是讲。阮做得好啊啦，免讲啦吼。啊，台联党嘛有可能讲啊，阮嘛做得好啊，免讲。啊，变作拢也无人咧讲啊，所以，若准按这个角度来看，台湾应该有一个空间吼，有可能出现一个小的政党啊，公开讲这个小的政党，就是要啊建立台湾主权独立的国家啦，吼。啊，无因两个党都拢感觉讲安尼讲吼，可能因的票会走伊啊。啊，所以这么就做一个党，唔免惊讲票会走，也啊来试看市场上到底是对一种做法真正社会较支持的吼。啊，但是这大家有哪会烦恼啦？你若讲搁做一个小政党出来，大家感觉讲安尼本土的力量就散，稍微分裂去啊。但是我是感觉像这点吼，这边的总统大选甲立委的选举，民进党甲台联党就合作了袂歹啊。对啊，对啊。啊，就像总统。总统就拢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啦，啊，不分区的立委，大家拍拼家己的啊，啊，所以你嘛算一个竞争，你袂使有白提名民不分区的这个名单啊，提名歹人当然就歹甲你投，会使至少投另外一个啊，啊，所以但是就是讲单一的名额的总统啊，咱就是爱不管几个党啦，两个党、三个党，啊，你就是爱做伙，安尼才有法度甲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对战嘛，啊，无你啊分。几个候选人对因一个候选人一定输的啦，啊，所以这边呢，2012年这个经验应该是对台湾这个政党政治的发展是一个真好的迄个成功的经验嘛。虽然咱是选输啦，但是就是讲咱定来咧讲分进合集，嘿，对对，讲你分进就是不分区立委分进啦，嘿，啊合集就是总统候选人合集啊，对啊对啊，啊，所以就因为这边算讲。第一遍做安尼，啊有做了袂歹，啊但是毕竟社会足侪人无了解啦，啊所以投票率，啊按2082%落落来2004年80%，落落来2008年76%，落落来12年剩72%，拢一直落，一直落啊，啊就表示讲哦，咱这边真侪人无愿意出来投票啊，啊这就是爱拍拼。
所以用真鲜明的一个台湾的主权的立场来讲，这个声音是真要紧，对台湾人讲起应该是真要紧。对啊，所以阮的评估，未使讲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阮的评估就是讲，这投票率会逐降低，就是表示讲哦，有一挂人对目前这政党的候选人哦，无愿意公开讲咱台湾到底是要创啥哈。算讲无满意啦。嗯。你甲高情，伊嘛无爱出来投票。啊、哦！伊就感觉讲啊，你啊选伊，甲选你啊，你拢反正中国国民党绝对袂建立台湾主权独立国家。对啊，对啊。啊，你本土的政党啊，佫不爱讲，安尼就甲对方就无甚物差别啦。啊，所以就讲心理上伊就无欢喜啦。啊，你讲要叫伊出来投票，伊讲啊道理佮道理就差无偌济啊，因为拢也无要讲啊。啊，伊就产生迄种的啊排斥的心理啦。啊，佮讲也真可惜。啊，像恁安尼讲哩。你台湾，恁敢有迄落资源吼，会当讲去台湾各地去做一挂演讲会啊，啥去，互大家知影讲，公投互人民，互台湾啦吼，也是讲台湾人民，也是讲救变人民啦，即种的活动，恁有迄落资源无？资源是无介济啦，啊，即嘛是我即边出来甲咱美国只同乡。见面的一个目的就是讲哦，我甲咱同乡解释讲，我要创啥，啊，希望讲同乡来当认同，加减啦哈，当较做较长期性的，因为短期性的嘛，足歹烦恼啦哈。比如咱做这个工作，一定是爱长期嘛，啊，这就是咱应该爱做的啦。其实民众这边总统大选选输，因拢知影讲基层足弱的啦，其实民众拢靠资源。照讲，伊应该做较济啊，啊，但是目前看起来应该嘛是拢做无够啦，吼。啊，阮是认为讲，这个代志民进党做无够，但是阮嘛愿意捡起来做，啊，所以就是有想要，就是讲想要落去基层吼，做迄个较基层的公民教育啦。就是讲，你爱互民众了解，因为可能咱伫美国乡亲较无多了解，就是讲像公道这个概念吼，伫美国咱这乡亲应该是拢。做足侪遍啊，特别特别是加州哈，特别咧选举咯，莫来公投，是啊，公投发足侪足侪啦，拢会提出来，形形色色足侪公投，但是伫台湾足侪人唔知公投是啥啦，啊，所以就是讲，即爱去甲咱的民众解说，讲公投是咱真重要的权利，吼，啊嘛，咱的责任，你若无清楚，就是选出来好歹，啊，就乌白甲你变，你就完全无法度伊啊，吼，啊，所以。这种的观念在台湾其实还未太普遍，所以真正就是要落草根，去甲民众解说讲啥是公道，啊，像阿扁的代志嘛是同款啊，阿扁也互安尼冤枉啊关很久，啊，因为过去都发生代志的时候，媒体就拢甲抹黑、甲扭曲，啊，你什么，咱就爱换咱倒转去甲解说讲，你甲看阿扁的案、政治案都。都拢无，拢到尾也足侪，拢判无罪啊！啊，一个甲判有罪，即摆用迄个判有罪在关迄个，迄证人啊，讲伊是互拐去做伪证的啊！吼，安尼，但是伊嘛硬硬甲判刑，真悲哀啦！啊，但是台湾嘛是会家己讲，哦，台湾佫完成一个民主的选举，在我看起来一点仔都无民主啊！啊，但是老百姓嘛感觉讲，啊，咱会当选总统就是真民主。这个内幕，或者刚才这个灵异事的代志发生，会当予大家看出讲，安尼，伊咧讲，予这民进党是贪腐的政权，到底国民党内底因一个外清白，吼、哦。民进党呐，准讲有牵涉吼，那照一般社会了解，拢是较个人性的啦。啊，那中国国民党拢是靠系统性的，伊咧就是一大官就得啊啦。就像你讲林益石是安那辛苦变现一个钱，伊不可能家一人在用嘛。啊！伊收钱绝对无可能甲迄个姓陈的迄个人收迄条钱尔，一定收足侪人的钱啦。啊，问题讲收遐侪钱，伊无可能家己用啊。啊，无伊袂现嚣张啊，现嚣摆啊。伊一定钱一定有送互其他的人啦，来保障伊的安全嘛。哦。啊，所以讲因是咱真歹摕到证据啦，但是你咱会当想象讲哦。因为因都拢控制政府的部门，啊，所以要做这个代志，当然因袂讲粗脚粗手做甲，互咱是一个手甲抓着啦，吼，啊，所以
这种就是爱靠咱去操金，甲民众解说。啊，袂因伫选举的时候，咱的乡亲增加较普遍的反应，就讲啊，选上毋是拢小祥上来做拢同款啊。啊，其实实际上是大大无同款啊。啊，所以真哩无同款，你要怎面对咧？你要即马讲要怎面对讲这种的台湾的未来的情形吼？困难嘛，要足大嘛，吼。啊，你要怎面对？无啦，上好的、上好的当然就是讲，你要互咱的民众会当了解。第一个就是教育嘛，学校的教育。啊，第二个就是媒体的宣传嘛。啊，但是就是讲，伫台湾较不幸的，就是讲这两项拢控制伫，对啊，通伫遮的手里啦。所以各位乡亲，咱毋是咧管道，好不容易讲有一个千峰公共电视台啊，甲其他吼。啊，咱正经需要咱乡亲大家做伙来支持，民进党也好，所谓政党就是讲咱的本土社团的政党，啊，甲本土社团的一挂抗争的联名，亲像蔡教授即落，公投赴台湾联盟，也是讲教变行动联盟，即种大家咱的支持，咱大家要互相一直继续拍拼，绝对唔通讲放弃咱家己的权利，甲咱的希望，是不是？是啊、要有希望，你感觉要有希望无？要有希望啊！要有希望。无放弃就希望啊！哦，无放弃就希望。有听啊 ？Never give up。啊，咱即马较寒，可能咱来想要甲你问讲，啊，你即个来参加美西夏令会，你有啥物感想？啊，你有得到啥？啊，你有要甲咱乡亲有一挂话要甲伊讲讲的？安怎？我这边来。算讲来，咱来美国甲乡亲见面吼，有哪有一点仔临时做决定啦，因为我有一个代志爱去 Boston 去请教咱迄个飞博咧空间的做事爷吼，叫做金夏夫吼。所以你咧做飞博入空间就对了。对啦，我咧做推动飞博咧空间啦，来救台湾。哦。所以就讲，阮是感觉讲，迄个是一个真理论专家啦，啊嘛有实务的经验。哦、所以就讲2009年以后，中东加北非，真侪国家拢透过飞博的空间、来完成因推翻独裁政权的这个实质啦。哦，简单的咧就是埃及伊个总统蛮算的啊，啊，但是伊个总统就是独裁总统啊，就叫做穆巴拉克。伊独裁30年啦，就讲。就较早像较早台湾迄个蒋介石同款，一算搁算搁算安尼，吼，伊嘛做足久诶，啊，即穆巴拉克嘛做足久诶，30年，但是埃及诶民众5000-6000人，用飞博咧抗争伫因诶首都罗马啦，诶开罗啦，吼，伫咧首都开罗抗争18天，到尾穆巴拉克嘛倒台啊，啊，所以即个种飞博抗争确实。咱按过去这几冬的实际的经验，看会出来讲哦，这是人民要保护家己的国家，会当参非常宝贵，会当参考的经验啦。哦，这是伫埃及，这是伫外国。你想台湾岛来，台湾人敢有法度安尼？啊，这接受这个汇报去抗争，这个爱学习啦。大家足惊呢，迄白色恐怖足惊呢。会惊啦，即马嘛拢有人讲白色恐怖搁倒转来啊呢。应该当然拢会惊啦，啊惊其实惊是自然的，人会惊是自然，因为你面对啊唔知的代志拢会惊吼。比如讲，咱对咱的前途嘛，小可会惊吓，对讲唔知安怎呗，啊咱是毋是有能力去面对呗？哈、啊，这拢会惊吓啦。但是惊的中间就是讲，你若有了解，哈、啊，比如讲一个人的一生，咱来参考别人的，可能小可知影讲哦，人的一生的生命可能是70-80年啦，上济啦哈，啊，过程差不多是安怎？咱若小可普普也知影是，咱着加减会当拍算嘛，吼、哦，所以着讲，行较足厉害，着是表示咱拢毋知影讲，无知识着对啦，咱若有知识着较袂惊啦，啊，所以着是爱学习，吼、哦，所以教育先啊较重要，着是因为咱若学习了，咱对可能的变化风险，咱着较有掌握嘛，啊，台湾应该。我感觉就是走这条路啦，哈、哦！你拄仔问的迄个一个问题是讲安那？啊，我讲台湾嘛是有人咧讲吼，已经白色恐怖搁倒转来，马政府执政了后，伊的真侪的迄个措施吼，就讲
半点钟来就为咱前总统就家己也去关，还无迄个罪名，啊，就先家关掉，就关到即摆还唔放出来，这是一个足。就较确切，啊，佫足侪项代志，就讲法官咧判伊若无改，就佫换掉，啊是讲迄个号做总法官吼，伊够够任啊，但是呢，伊嘛袂改换掉，啊，还佫继续用，真侪违法违宪的代志来讲，所以即马佫在拢讲台商伫中国咧做生意，伊嘛会爱保护家己啊，因为伊人伫遐，伊去到遐就拢任人宰割啊，对无？用安尼讲嘛，做生意你都爱发咯，伊嘛惊曝光啊啥，所以台湾有一寡无甲外国实在讲无共款的。台湾是有安尼进行呢，啊，即马英九调工要塑造的啦，马英九就是调工要制造迄个气氛，互咱佫愈惊遐，因为统治者。就讲民众来惊吓，统治者来做好统治的，哦啊，所以伊甲阿扁总统来关嘛是这个主要的理由。就讲因为阿扁的总统是咱台湾算台湾人的重要的领袖啦。啊伊也要敢修理，伊也无可能甲咱所有人拢来关啊啦。伊要来关就是阿扁也拄笑啊。所以阿扁在讲伊是承担台湾人的十二架。确实是。有这个用意啦，啊，当然造成真侪人会惊嘛。啊，即马就是讲讲倒转来就是讲，其实咱免现惊啦，吼、哦，比如讲，像讲我即马伫台北吼，伫控制，咱嘛会当去，伊所谓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府，咱即马伫台湾拢叫区公所啦，因为伊就讲一国两区啊，所以讲咱嘛会再去区公所遐，甲伊呛声，呛讲卖救落台啊。啊，释放阿扁啊！啊，台湾独立建国万岁啊！啊，台湾民族主义万岁啊！咱拢公开伫遐讲，啊，宪兵嘛是未讲甲你掠伊啦。伊感觉讲，即马台湾就是经过三四十冬，咱的一挂自那个独立建国运动的先败，争取出来的空间，其实是伫遐啦。啊，即马就讲，咱确实是真侪人个个会惊。伊会惊讲哦，啊，毋知安怎袂。我的抗争也准有意义啦。就是咧证明予咱的乡亲时代看讲啊，规个若无方你爱，就表示毋免惊啦。啊，所以你为东海岸行到西海岸吼，啊，伫迄个夏令会中间安尼，就讲咱乡亲对你的即、這个，你的即种挥搏着抗争，因对你有足支持无？应该。应该是拢有感受啦，因为讲起来伫台湾，即马你要武装革命，嘛无迄个环境啊，啊你嘛袂使拢委屈啦，拢投降啊，啊唯一会当表示无共款的意见的，啊佫伊佫无法度，无法度对咱奈何的代志，就是恢复了抗争啊，比方像台独联盟的代理主席吴廷锷，伊就家己穿一件衫叫斗马，啊伊总统位啊，佮说。伊嘛足头痛的，吼、哦，啊，到尾也不得不讲，家警察叫家传啦。啊，其实咧传是咧做讲起讲较作秀的啦，因为顶头足头痛，啊，警察为着应付顶悬的人，伊就讲啊，无你来解说一下，你是咧创啥？哎呀，无犯罪啊啦，照即卖指挥游行法，一个人都无犯罪啊。啊，人伊穿伫身躯顶，你也袂当讲脱脱脱白体啊，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讲哦，咱要用咱的智慧，吼、哦，就讲咱不满，啊，就表示予你知啊，吼，啊，当然伊嘛足头痛，啊，伊头痛就有压力啊，吼、哦，暗时啊可能困了较袂好，隔工说，万一救性命可能较短一丝啦，咱嘛赢一丝啦，对不对？啊，所以就用这个步数啦，然后啊，甲警察朋友。予伊了解讲，咱是咧抗争创啥？啊，其实像吴廷锷安尼说哦，警察朋友嘛是拢知啦。但是伊就是食人个套路，伊就是爱安尼对啊。啊，无你一个人伫遐行口，啊，北一女个学生啊，伫上课嘛是拢安尼行。警察伊无画口号尔，啊，无穿有字个诶 T 恤尔。啊，你所以台湾敢若爱靠，我若爱拜托你等于。甲台湾也变成收惊呢？无啦，我感觉这边来，咱美国的东乡哦，我因为我去到美南，吼、哦，去到美南夏令会，我伫美东停留时间较短啦，我停留一暝尔，啊，计载着离开坐飞机去美南嘛。啊，我这边来有伫美国参加迄个 TECO 要计划边啊，迄个
空空气运动啦。哦，对对，你迄、那个嘿，伫纽约市哈，啊遐我有参加两遍啦，因为伊拢拜五，啊所以我就是拄来是拄啊拜四，啊隔天拜拄着拜五，我就是去空军一遍，啊去波士顿，甲过去参加美东了，要倒来纽约坐飞机的时，佮拄啊拄着拜五，啊我过去参加一遍。啊、我来洛杉矶的时候，顶礼拜五，嘿啦，顶礼拜五我要去参加美赛的时候，拄仔有一个空档，我嘛去甲参加一个啊，甲咱的伫遐咧抗议的同乡，大家做伴啦，啊，大家互相鼓励一下。阮伫台湾嘛是安尼做，啊，所以我嘛真感动，就讲咱海外同乡，吼，啊，希望讲其他的都市啦，吼，因为即马就是纽约甲洛杉矶，可能同乡较济啊，较热心，啊，我是感觉有特酷的。所在吼，应该是表示咱台湾同乡真济啦，啊，应该大家唔茫惊辛苦，吼，因为这毕竟阿边啊，应该是为着台湾方烈啊，方安尼糟蹋啦，咱来替伊出声啦，啊，啊，着大家人家己安排看啥物方式，但是这个动作一定爱大家来做伙来参与，啊，你啊，全美国个只有特酷个城市，拢有咱台湾人伫遐为着救兵啊来出声。有压力啦，啊、哦，有压力，嘿，两个城市可能美国的主流媒体还阁未注意，你啊，大家大都市台湾人拢伫遐咧行，啊，阁人呐愈来愈多，我相信咧是有压力，啊、哦，所以这同乡有时啊会感觉讲，安尼敢有效、哦？你拄做的时一定看袂出来有效无效啦，啊、哦，啊，你若做久了，时间久，人就会注意啊，啊、哦。对啦，当地媒体就会报道啊。但是讲起来对，欸、海内外爱斗阵拍拼、欸啊，但是主战场还是伫台湾。伫台湾，这是台湾啊，讲会当用你的，诶、欸啊，恢复你的空间吼、啊。啊，你若会当去阿公阿妈去甲带出来。对对对。啊，你敢有失信了？讲要带阿公阿妈出来？有啦，有啦。跟讲因上瘾啊。嘿啦，阿公阿妈上。啊，有影响无？应该有效无？应该是有效啦。这其实有三种做法啦。嗯。就讲海外者嘛是爱出声吼，比方。来争取美国的国会议员，还是参议员、众议员啊、参议员，来了解阿边这个案是真正受到委屈的打击，是一个政治撇开，啊，因来替阿边啊讲话啦。即马有几个啊议员甲州长啊，像迄、那个像迄个阿拉斯加迄、那个哈，迄、那个州长，前任的州长，哎、哦，科莫斯基，哎，科莫斯基哈，伊都有下批嘛。啊，这对咱咧救援阿边啊的民众来讲，当然足大个鼓励。嗯。啊，啊，另外就是讲，比如民进党、甲台联党，伫立法院内底，若讲团结为着阿边啊保我就医来抗争，嘛是有效啊。就讲你若无要甲阿边啊，互阿边啊保我就医，你发来拢卖信嘛，你有什嘛拢卖信嘛，伊政府就无多运转啊。嗯嗯。哦，所以这抗争嘛是啊，啊，当然。那是议员。啊，你想因会安尼做无？啊，这就讲，这咱是安尼想，是讲安尼，若准安尼做，应该会成功啦。嗯。应该有效啦。嗯。但是因安尼做，无安尼做，确实实在是无把握啦，无把握啦。啊，所以退一步，就换咱啦。咱个人会当安尼做无？咱个人就是大家少少的来苦工所也甲慢救讨阿扁回来啦。啊，所以就是拄你拄我讲的讲，咱就招阿公阿妈、妇女啊、囡仔。咱、嗯、若像学埃及，咱招四五千个啊，来遐，甲招十八工啊，我相信阿扁也得出来啊。你到目前为止，上届坐人数是差不多偌济人？应该上届坐头千，就是五二空迄天啊，差不多千五个啊。千五个。所以要达到到目标，嘛是还阁有一站。不一定啦。哈。不一定啦，就是讲时间若够，因为这种的社会运动哦，人数的增加，普通拢毋是线。条直线，就是伊增加是拢安尼，若超过一个门槛，爱着增加足紧的。所以顶边也是讲千五的，有可能后边毋是，毋免等四单去，较三千个啊，有可能两个月、三个月就三千个啊，佮过就一万个啊。嗯，诶，有可能啦，但是这就是爱看咱是毋是真正大家感受着讲这个马英九的政府。是一个真傲慢的政府，是一个啊真烂的政府，啊拢欺负台湾人，嗯、啊那大家有这个感受，自然人就愈来愈侪。嗯，啊你这届来美西参加着夏令会，因为我嘛是
有参与者的中间的一个啦吼、所以我想讲做一寡参考啊，你有对夏令会即个做的，你有感觉讲爱搁伫某方面爱搁较加强，还是安怎？你有一寡？我的了解就是讲，这边主办夏令会这东乡哦，其实拢是非常无简单的啦。因为我嘛拄到真侪东乡哦，拢甲讲伊无爱插啊，伊就选举了足失望的，伊就感觉讲啊，互你投票啊，也袂晓选家己台湾人啊，你这个选一个很歹的人出来做总统啊，真正实在袂插起来，从安尼的角度，所以你用按这个角度来看。就表示讲，咱主办遮所有各地的遮夏令会遮同乡啊，真正是承担迄个责任嘛。讲大家咧士气足歹，但是我就是唔甘愿就对啊啦。嘿，我就是硬，就是爱搁为台湾拍拼，啊，这足无简单诶啦。啊，我最近因为拄啊出来了吼，啊，算讲等于是反省啦，因为都无咧抗争，我拢伫路边底。在旅行啊，吼，啊，都有思考，就是讲发觉讲，你啊回顾以前台湾的这个海外同乡办夏令会历史吼，就讲咱的夏令会呐兴，台湾的民主就会进步了。夏令会呐点点人足少的，啊台湾就拢伫啊休困啊，未前进，啊有时啊甚至会退步。啊，你啊甲回想，啊这甲你甲看这几冬，确实是安尼。咱的夏令会就即几冬啊，大家拢安尼士气真低嘛，啊，拢无溃烂嘛，吼，啊，所以台湾就投这个也输，投迄个也输，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敢若看起来敢若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是感觉讲，你拄仔咧问我讲有啥物心得哦，就讲要拜托咱伫海外美，特别是美国遮，因为毕竟海外嘛是美国为龙头啦，上济人嘛，所以若是讲咱海外只东乡会当了解一点，咱的夏令会经营好，东乡会经营好，有力量，咱本土的力量伫台湾自然都有气势、有气力啦。你要外来政权要甲淹落倒，唔免也倒也穿啦，靠自己伊就惊嘛，咱大家拢团结做伙，所以我是真希望讲明年的夏令会。各所在拢会搁比今年搁较大家搁较有气氛啦，来参加的人搁较侪，吼啊搁较关心台湾，吼、过去台湾在军事概念的时，嘛是拢靠夏令会伫海外伫呼吁啊，吼，等咱应该安怎做啊，互岛内在拍拼的人有一个信心，有一个温暖，有一个支持，啊产生一个非常正面的变化。啊，这种的历史的成功的例吼，咱若回想一下，应该会再重新来发动的。无得啊，这边虽然咱甲以前哦，我来美国留学是30年前啊，我等于来留学30年前啊。啊，看这个过程，确实讲咱这边咱这代，那有法多利用这个困难，甲台湾搁塞一下，完成咱的目标就完成了。阮遮嘛就困难的瓶颈啦，就是讲，迄当时咧参加夏令会，拢是30-40岁，吼，阮迄阵嘛吼，啊，即摆大家年岁拢真大，若出门阁开车，想哇，开车开遐尼远，有迄个困难，有个人实在是想要来，但是袂当，感觉讲伊无法度开车，迄嘛是一个问题。对。啊，少年人伊语言上，咱拢用单话讲，伊有个人听无，你用1.5台听有，但是有个人听无，迄嘛是吼，就是说。青黄不接，小编怎讲？老一辈啊，甲咱的第一代、甲第二代有一个代沟伫个，有一个语言的代沟伫个，啊嘛文化的代沟伫个吼。这嘛是最近会较消失的原因啊。但是美西夏令会讲起来是，这是才过进入第二年尔，为2003年停落了后，就拢无人过咧办啊，无人敢办，因为真辛苦。讲起来是安尼啦，啊，因为民进党执政，大家感觉讲哦，啊，咱都。真放心嘛，就好啊吼！啊，即摆是感觉讲，哎，敢若危机感过来，啊无过来。是啊。啊，所以咱老将都一寡老将都出来啊，就是安尼啊。应该是安尼啊，其实呐，照这个恢复抗争的理论呐，年纪是无关系的。无唔对啦，嘿，咱这教授退休的黄根正教授都真感动啊，真遐，伊是足无要放弃的对啦。靠咱的地位，靠咱的经验嘛，啊，靠咱的。
啊，专业的知识啊，啊，这你要演到外来政权，就是靠这尔，免靠武器啦。咱的武器就是咱的勇气，咱的意志，甲咱的决心，甲咱的行动。我是，我是真钦佩讲你有一个真好诶、真崇高诶一个教授诶地位吼。啊，土木工程讲起来是真好诶一个行业，啊，你无去做开建设公司，啊，来去个矿井。啊，有当坐喺涂骹睏，听讲嘛，坐喺涂骹睏，无简单呢。空间就是，甘心呢。嘿，啊，土木工程是建设啦。是啊。啊，国家要建立嘛是建设啦。你建设老百姓的心灵。呀呀，建设心灵嘛是建设啦。心灵的建设。要建立一个国家嘛是建设啦。嘿。哦，是大势的问题呢。是啊。感谢，多谢你。多谢有机会来遮啦。是啊，我嘛感觉夏玲辉即届有你参与吼，啊做阮的 speaker， 阮是，我想参加的人拢即届听甲真欢喜啦。多谢多谢，哎呀，阮即届都要，疼惜啦。啊，即希望讲后摆过来洛杉矶，就过来找阮。是是是，啊，应该大家较密切联络。是啦是啦，应该咱的要完成咱的目标。嘛有可能真紧就会完成，就是讲即马是开始在大家搁定心，搁咧思考啊，搁咧思考啊，啊，咱若有思考，就有力量嘛，啊，过去咱休困，当然就无力量啊，啊，所以我是感觉啊，有的人是较是讲选举，因为选举选出变得较失望，啊，但是就是讲咱若道理甲想个清楚，其实这是无必要的啦。啊，就讲你一个人的一生内底拄到，咱有一条观讲，爱拼才赢，有时起有时落，对不对？对啊，啊有哪讲危机就是一个转机，危机就是转机啊，所以我是感觉乡亲伫美国哦，啊继续关心台湾啊，当然上重要的身体保持健康啦，安尼就看会到咱的目标会当完成啦。对啦，对啦，嘿，所以各位乡亲，咱感謝蔡教授，啊，咱過兩天拜師，有要閣請洪榮輝法官來甲咱觀眾的中間討論伊佇台灣關係到即個法律方面的代誌，啊，咱後拜過兩天再閣再會，多謝你，多謝，多謝。